就是善用毁灭，挂了人之后，你要稍微在他们修很多的发电机附近徘徊一下，让毁灭掉一下他们的频率，掉的差不多之后，你就可以再去别的地方了，这样才有办法把毁灭的效益打出来。带个一刀斧来玩一下，很久没玩一刀斧。大船有人，哇！阿力。Go！ 阿力 Go！ 阿力 Go！ DVD 多少小时？应该也是五六千而已吧。这边刚刚有人在修，他放手一段时间，很爽。Oni， 感谢27个月，这样。这边的话，我要稍微卡一下这个发电机，不要让人家修这台发电机，他才会开始掉进度。就是善用毁灭，挂了人之后，你要稍微在他们修很多的发电机附近徘徊一下，让毁灭掉一下他们的进度，掉的差不多之后，你就可以再去别的地方了，这样才有办法把毁灭的效益打出来。所以我才会说，你们一开始不要去死追一个人哦，有毁灭的时候要善用毁灭，稍微卡他们的进度。完美中。谢谢主播，最后一场玩我最爱的兔妈在营区，还有兔妈脚脚踩踩声音，真的让很幸福。我的兔妈30块，脚脚，脚脚，脚脚。主播，我想找一款真正好玩的 1v4 非对称型鬼抓人游戏，最好还要有戴面具的女生会哼歌的，请问有推荐的吗？哈哈，那可多的嘞，把这里，哇，他居然不是走那。哇，慢了，卡住了，好丑，我被那个木头卡住了。这边有人呢，没有脚印。怎么一直被他躲过？好奇怪哦！被他躲了三刀啊！
没看到人出来，应该不会直接在里面补血吧？还是还在里面补血？我的天！感觉刚刚那下好像其实也不会中，这组好像哦，好像只会往前欸。在我的图腾呢，这一次我的图腾到现在两根都活着，技能真的是很久没有全亮过嘞，我已经很久没看到我的图腾全活着到现在了，真的很久了，太少见了。这里有了，就太多了，直接跟他50/50了啦。去买麦当劳了，喂，你玩得很开心。我们明天哇，他跌去。没斧头嘞，可是我没资格赢。Mina X S H A N O A N N O N， 感谢。两个月续订，祝你明天考试顺利。考试，祝考试顺利。好啦，今天很开心啊，玩到这了，各位，我们明天再见了。我哪有输？我不是全杀，然后还有三台吗？我怎么就输了？我怎么不知道 ？TK.exe 降价啦！盗版外挂轻松入手，就趁现在！还在受到正版外挂的迫害吗？怎么了？啊，怎么多一只鬼？对面只有三个人欸，多一只鬼，而且这鬼会动欸。他走路超快的，他作弊，他作弊。这是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，你知道吗？合理开挂，你最好的朋友。TK.exe， 现在加入每个月只要77块台币，立刻订阅 TK 破产。TK.exe， 不必再用法令判生命，你也能是 DDD 炸鱼高手。TK.exe。生法落法纯属自然生理现象，秃头不在本产品保护范围，使用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。